我基本功还可以。德云社大型嘴瓢现场。我重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郭德纲，郭德纲先。我叫郭德纲。我师傅的就是疼孩子，我媳妇，我师傅，媳妇。一顿饭，一顿饭啊，吃巨饭吧，他儿子。把谁儿子呀？来，爸爸抱抱。你看我在家要吃个火锅，嗯，谁吃谁的，哎呦，这味儿真正啊！您用的调料对、啊。我原来认识一个四川小姐，哦、那个厨子，厨子，厨子。唐明皇，李隆兄，哎，对。那个隆兄是皇上名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对吗？隆基。做什么？听说哪要有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啊？拉着钱，拉着黄金停着货，怎么样？他祖父骑着马，拿着枪，哟，一定要抢下来给穷人分。这叫劫贫济，劫富济贫。哎，这个不准，不准，哎，他说错了。又参加了这个德云斗阳寿的派，斗寿不行，斗寿不行，还紧张吧？紧张，紧张，斗寿来了。好家伙、啊、请原谅啊，请原谅、啊、我这个英文水平啊，嗯、啊，狗听了糊涂，你听得不懂，对，这叫什么话呢？哪跟我狗比、啊、跟你狗比、哎、哪我跟狗比、啊、你再来一遍吧。摩托车在那儿摆着啊，你过去给他弄开，弄了一辆摩托车、哦、偷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偷啊，话可以饭吃。这是真错了，应该啊，回到剧场应该好好说相声。我也不是说不想来到这个小庙说，我也没有别的事儿。我现在的真的不瞒贵人，我现在身体不足以支撑我一天演两场，或者连演都不行。我当然我的舌头也不足以支撑我啊，反正我连续演，连续。开箱大吉，开箱大吉，给各位提前拜年了。哎，一样啊，真香，哎呀，真香，哎呀，真香，哎呀，我是个犯人啊，有毛铁吗？有毛病吗？德，今天晚上让我师傅拿着眼珠子去找你好不好？对，我们爷俩给你钱，给咱活。谢谢大家给刘小明，刘小婷。咱今儿跨年，今儿的嘴要这样的话，明年一年都好不了啊！这么憨，弄了肩膀上都勒出肉印儿来了。不会说这么憨，我好长时间没演出了。我越说我越说越来越紧张。那你越台上都是我们知道吗？都没完没了。圆圆的，您是不是想做演员？跟着我呢，我来这个薛仁贵。薛仁贵，嗯，好，薛仁贵，好，你来王宝钏。行，我来王宝钏，你来柳，你要把我气死，你来柳，你不薛平贵吗？薛平贵，我的妈，你是不是也喝了你？你也出了人件儿。